外面下完雨了，又出大雾了，哇，又是一阵仙气啊，烟雨缭绕啊。哎呀，又到下午时间了，在车里来个下午茶吧。那个下午茶，等下不下雨，吃完出去走走吧哈。这是我们昨天买的那个榴莲啊，我给你弄一个，给你加热吃吧，好不好？你不是现在不能吃凉的了吗？应该不凉吧？凉直接吃啊。凉不凉？凉，我给你加热一个给你吃吧。我还有四个，你吃两个，然一后个。你吃两个，大白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好吧？你也有份儿啊。碗都在等着呢。好，那我来用那个锅加热一下吧啊。你在这边做视频啊，辛苦了啊。哎呀，这个榴莲有点焦了吗？闻着好香啊、好臭哦，哦！好臭。一股那种榴莲特有的香味就扑面而来啊！看你吃的啊，真香啊，你再尝一口，那比那个好吃多了。是吗？你尝一下，你尝一下，大把眼瞪瞪看着。小心要烫，是不是？其实热的还可以啊，感觉热的把它的香味才弄，才蒸发出来。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凉的。哎呦，小鸡腿要不要，大白？这个是个鸡腿的形状的榴莲啊、好搞笑，都是被大白所制的嘛。怎么它站起来了？哎呦，那站哎呦，起来啦！榴莲臭真这么直？臭，榴莲臭臭，你要吃啦？要不给我吃吧？小孩子不能吃榴莲哦。我吃。来，给你吃了。挺好吃的这个。我激动了大白看你吃激动了。哎呦，真哎呦，香啊！被吃完了，激动了啊！好，我给不给大白激动了啊！给你，激动了，好，给你吃我就假装一下哦。激动了，给你吃，这壳不能吃啊，小口，这壳不能吃的啊。哎呦，大白怎么也喜欢吃榴莲啊？大白跟你一样，跟你讲，喜欢吃甜品，还喜欢吃榴莲。胖嘟嘟哦，榴莲吃的那么香。笑死了。哎，他知道哦，他知道那壳不吃哦。哎呦，真棒，吃的好干净哦。好干净。真棒，哎呦，小家伙。那你把你的热的吃了吧，我把我这个也吃了。吃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我洗个手喽，不热个火天了。哎呦，小黑黑走啦，小黄又移情别恋啦，找我们大白来啦，哎呦，给我们大白去玩玩，来挑逗大白来了，小黄王，跟大白好像，哎呦，你看躺地上了，好会玩哦！哎呦，大白好喜欢哦！不行啊，我看到它真的想给大白养一只。小黄黄，你跟我们走吧，给我们……哎呦，大白你咋的啦？哎呦，我说让他跟我们走，大白凶了他一下。大白，你怕他抢你饭吃啊？我就说了一下，让他跟我们一起走，你就凶人家，把人家凶走了啊！不带你这么吓人家的小乖乖，你究竟要不要嘛你要不要啊？我去商量一下。哎呦，把人家凶走了，你看你啊，过来吧。看来大白不想要啊。他只想要玩，不想他来跟你抢饭碗，对不对呀？来说玩一玩就行了。我们把车挪到了这边，离洗手间近一点哦。那边洗手间，然后来给水箱加点水，因为管不够长啊。我们想了个办法，咋？太累了，减肥呀。我们把这个漏斗拿出来用了，不够长又给它接了条管。加个水不容易啊哈，那可不嘛，又能减肥了。我要等那个差不多8桶水吧。
这个八桶水，走八趟就能把它加满了。嗯，八趟，我们水箱是40升。你在搞笑吗？40升两桶就够了。啊，八十升。100升还是120升？我都忘了。刚好你接满看看就知道了哈、哦。嗯。少点就能加了、哦。重不重啊？还好。第三桶了，数一下看要加多少桶哈、哦。你说这是不是纯净水啊？不是，不是、啊。要是山上的矿泉水的话，加进去不知道会不会有味道哦。嗯，先自来水。自来水。装了八桶啊，然后装满了。我们的水箱大概也就100升左右吧。100升的。啊，因为我接的话，每次接的话，估计就15升左右差不多。嗯。哎呀，终于加满了，累不累？手腕累。手腕累，歇一下。有没有那种人家有那个弯弯的头啊？应该有的。你看这种弯弯的头更好哈、哦。对。好了，把收起来吧这个。嗯。